来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这些全都是我的好朋友，我把他们都介绍给你，以后也就是你的好朋友，开心吧。我弟弟阿远，谢之远，以后带他一块玩。阿远你好。你好。阿远，十五二十会玩吗？啊，不会。不会啊。你们先玩。那你们谁输了再接着？怎么看着不太开心啊？喝酒啊？我哥说我十八岁之后才能喝酒。奶娃娃，你还听你哥的话呢？你作为一个男人，你要做自己，要独立，知道吗？独立？怎么独立啊？独立就是你要自己能赚钱啊！你不是嫌你哥一直管着你吗？那是因为你没赚到钱，没底气。你要是赚到钱了，你腰杆马上就挺直了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你会有自己的主见。主见？对，我得有自己主见。135。我觉得我哥说的对。椰奶能喝吗？能。阿娘，来一瓶椰奶。反正你往好处想，现在你自由了，好好感受一下自由的感觉。来来来来，继续喝，来来来，干杯，干杯。顶不上你家出走。我在我们家乡成名人了，一人转我75。哎，你不用喂，亮哥请你了。不行，哥，给，刚好。哎，真不用，拿着吧。那咱们就散了，改天再聚。好啊，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弟弟，拜拜。弟弟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咋了？想家了？刚出来那会儿都这样，你记住了，独立。走。独立。我要独立，我要打工赚钱，我要气谢之遥。气死谢之遥！对，叫他踢我屁股，叫他嫌弃我，叫他不理我，我急死他！急死他！对，急死他！哎，哥，我想好了，我谢之远从今天开始要做一个光荣的打工人，你就跟着亮哥当一个光荣的打工人。好，我先教你怎么说这个欢迎光临啊。啊啊，就一定要热情，热情。你客人听见了可能没什么感觉，但是老板听见咱们这么说他就开心。开心。对，哥怎么说这个？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你气息你放出去。欢迎光临。你得有节奏啊！欢迎光临，得热情，得勇敢。勇敢着，所谓天黑，不过是以为生命中那虚伪，让我。阿远找到了吗？没呢，离家出走了，包也带走了，还带了2件换洗的衣服。真不是我说的。这个不重要。不是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不是我讲的。我发誓，我做梦连梦话都没讲过。没有就没有吧，啊。什么叫没有就没有吧？没有就是没有。行行，那。行，一个行是行，行行就是又不相信我又敷衍我的意思是吧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不是，你们兄弟俩不能这样合起来冤枉我。主要是
整个村子吧，就只有咱们两个人知道。整个村子就只有咱们俩知道，那不是我，有没有可能是你说的呢？哎，你一直打断我说话就算了，我没冤枉你，你还冤枉我了？当然不是我说的呀。咱们俩如果一定有一个人说出去的话，肯定不是我。那也不是我呀。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哎，这个很重要。找你弟弟最重要，现在。你笑什么？嗯，你心肠真好。有病！我送国宝去幼儿园嘛，巷子口碰到他了，我就开玩笑问：“因为拉裤子里不去上学，是不是真的？”他就跑了。